为你去做选择。正如一份感情注定要消失的时候，你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忘记它，或者令它忘记你。我是一个猎妖师，有一天师傅要我上山去捉一只鱼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师父要练的不是我的功夫，而是我的心。因为妖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杀人，而是另一个人迷失自己。我叫小善，你呢？天茶是咩嚟噶？咁好食嘅糖果，我要食一世。我买唔起咁多俾你。以后边个俾我食，我就喜欢边个。人同妖不可以在一起，那你杀了我，杀啦！从今以后你不会再有痛苦，因为你不会再记得我。陛下，用最后之神兵插去死穴。神兵咁封住佢，快！冇咗手唔紧要，我冇咗三个师兄弟，燕子夏。你不配做一个猎妖师。在一起，我决定用唯一的神兵封住他所有关于我的记忆，等他再记不起我们这一段感情，令他永远忘记我。但我想不到，当个年轻人走上黑山的时候，小善和我的一切又要重新开始。
你做咩啊？偷水？我冇啊，冇偷。大家翻啦！你个偷水，执埋嗰啲嘢，带佢走，等住你知死。村长啊，啲工具古灵精怪，都唔知我嚟搞乜嘢。带咁多古怪嘅工具出嚟，分明系打我哋水嘅主意。斩咗佢双手出嚟！吓！你哋呢条系咩黑山村啊？简直系黑心村！你哋太过无法无天啦！我真系估。村长，天牙，你嚟做乜嘢啊？唔系啊，你叫咩名啊？我叫凌彩臣。凌彩臣啊，我哋黑山村呢，就以烧呢啲泥罐而闻名于南方。而家因为无水，所以你见到嘅只系剩翻啲泥土咋。嗰啲窑已经荒废咗好耐，连呢啲畜生亦冇办法养啦。以目前嚟讲，我哋最紧要就系搵到水源。是啊，我们已经写了很多封信给县衙大人，求他们来救我们。你今次来到，即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，凌大人。啊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我只是县衙的工匠。你们叫我凌彩臣啊。你是衙门派来的，这就是大人嘛。是啊，凌大人。哎，你们村里面都挂着这些东西，有什么用的？负责啊嘛，梗系辟邪用噶啦。我哋系求雨用嘅，求雨用嘅。嘿，大家过嚟啊！大家过嚟，过嚟，睇下凌大爷，凌大爷就系我哋救命一人啊！唔敢当，唔敢当。各位乡亲，我凌彩臣向大家承诺，等阵上山一定揾到水源，否则我永不下山。好。安静！大人，我哋全村嘅村民都要多谢你啊！啊，不过有一件事需要你哋帮忙，请随便吩咐。揾水源唔系我一个人嘅力量可以做到，我希望揾多啲年青力壮嘅村民，等就同我一齐上山。吓，上山？有咩问题啊？只要凌大人肯上山，咩问题都冇。唔使送啦，翻去啦。凌大人，等等，等等。我叫天涯，我同你一齐上山。好啊，人越多越好。啊，点解呢班人全部都戴住脚链嘅？佢哋都系凡人，村长等佢哋将功赎罪。凌大人，啊、我细个嗰阵。我爹同我哥成日带我上山嘅，呢条路我成日行嘅，但系咧唔做啲记号啊，真系好容易诶荡失路嘅。你等我一阵吓。啊，系啊，如果唔系有你带路，我肯定都会荡失路噶。你放心咧，有我哋唔会错嘅。我哋行啦，行啦，走。所以小心啊，唔好跌落去啊！我只脚啊！咁落去啊，仲未揾到水源之前，我哋都残废啦！少少事呱呱叫，几时挨到上山啊？我睇。都是将他们的锁打开先，这样他们会好行一点。不得，他们只不过犯了一些小事，不应该受这种惩罚。什么小事？他们都是杀人犯。杀人犯？
如果我哋唔系死囚啊，边个同你呢个傻仔上山啊？吓！冇嘢嘅，小心啲就得噶。其实咧，你要小心嘅，唔系佢哋啊，系山上边。山上嘅咩啊？冇嘢，小心啲就得噶啦。小心啦。你看看再挖深点挖深点啊，你看我们沿路行的时候一路都是枯树枝，但是这里周围都是新鲜的花草，应该不会缺水。对，我想我们很快会找到水源。这样好呢。啊，你帮我看住他们。你放心。喂，不要偷啊。嗯？请你吃糖果啊。大人，个天咁怪嘅，唔知道啊。落山啦，天都就嚟黑啦，仲留喺度做咩？你傻噶？落山咪仲远？有咩地方可以避下噶？前面有座寺庙。快啲执嘢，我哋走啦！快啲！快啲啦！你行啦，我嚟得。快啲！做乜嘢噶？我想量下呢度啲水有几深，话唔定呢度就系我哋要揾嘅水源啊！啊！
你哋今日嘅收获真系唔错。嗯。诶，佢哋咧？啊，我去搵佢哋，唔可以俾佢哋走啦。你怕咩啊？我好丑样吗？唔系，姑娘，你做咩啊？做你哋男人最中意做嘅事啦。嘿，姑娘，唔好咁啦，你唔可以咁噶。我家老老讲过，要对客人热情噶。你唔中意啊？唔系，我未试过咁噶。我听到啦，你未试过咁样，但唔代表你唔喜欢。嗯，你会中意嘅。啊，姑娘，唔好啊，唔好啊！你好坏啊！吓，唔好意思啊，我。是什么来的？什么来的？哦，古玉，辟邪的。你拿来给我看看。哦，嗱，除下来啊。哦，给你。食几多都冇用，我一样打落嚟，咩都拗翻晒出嚟。是块烂肉嚟啫，使唔使连命都唔要咁跳落去啊？你咁伤心，情人送噶？系娘亲生前留俾我唯一嘅嘢。喂，你望住我。如果你唔望住我，即系怪我整烂你块肉咯。我冇咁谂喎。佢想杀人废啦，佢就俾妖怪杀晒啊！
啊！啊！杀人啊！走啊，姑娘，走啊，走！道士的法力都几犀利嘅喎，使惊佢？唔好行嗰边啊！行呢边啊！诶，点解又翻出嚟嘅？我都同你讲过噶啦。我做咩啊？胡须佬仲喺附近。吓、啊？跟我嚟。啊！佢会翻嚟噶，坐低。黑山呢度真系千奇百怪，我哋就一直坐喺度，唔揾啲嘢做啊？做咩啊？点解一啲味道都冇噶？咩味道啊？佢都系个好人嚟嘅。算啦。诶，姑娘，做咩啊？嗰个杀人狂可能仲喺附近，你千祈唔好撞到佢啊！我哋等多阵啦，呢度比较安全。你真系好怕死啊！你叫咩名字啊？凌彩臣。我叫小善。哦。请你吃啲嘢。咩嚟噶？糖果，好好食噶。你喜欢吃啊？嗯，给晒你啊。下次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可以再请你吃糖果呢？在这里走了整晚，有点累了。
天光叫醒我。死啦你！你有冇翻出嚟？等你有命出嚟先再讲啊！老妖怪！你成日喺后面吓人噶！你咁大胆，一个人翻嚟拦药剂都唔惊，惊我吓你？你啱啱放落水嘅系咩嚟噶？系水雷。水雷？嗯。诶，唔好拉，一拉就会爆噶啦。咁厉害？嗯。如果我冇估计错误，水源会由缺口分流，到时候黑山村就有水用啦。林采臣，你咩都唔好理，唔好出声，无论见到啲乜嘢，都当睇唔到，听到未？点解啊？你想有命离开蓝日子，就照我说话做。你话我哋两个嘅感情点解会特别好啊？嗱，梗系啦，因为我哋都讨厌同一个人，小事啊嘛。唔怪得老老成日赞小善啦，你睇人哋晨咁早就有嘢食啦。小善，你咁样叫我哋以后点算啊？你哋离迟咗啦，佢系我嘅。点解仲有气息嘅？咁同我争嘢食，冇大冇细。你笑咩笑？老老最唔满意嘅就系你，成日都揾唔到啲好嘢俾佢食，佢叫我好好咁教训你，仲企喺度做咩啊？仲快啲走，帮佢老人家揾啲好嘢翻嚟啊！林秋晨，快啲走，佢哋会杀你噶。
呃我哋？生系死我唔想嚟，总之你唔可以留喺黑山。如果你要怪食我嚟，到时边咧有气我嚟，我就麻烦啦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想死嘅就冇乱喐。嗰个人呢？边个？佢叫林彩臣。佢已经俾你食咗，你唔记得啦？咁你点解要救我？如果你再害人，我一定杀咗你。我知道你系一个猎妖师，冇咁轻易放过我。今次你救咗我，好多谢你，我唔会忘记嘅。咁你最好唔记得。我叫你唔好乱喐啦。我知道你唔会杀我。你信唔信我真系杀咗你啦？你而家比我仲危险。点解？我都不会杀你的。胡修老，舒不舒服啊？为什么你只绑住他一只脚的？你唔觉得佢咁样会可爱啲嘅咩？走啦！对唔住啊！啊？冇啊！之前话你怕死，系咩？
其实你一啲都唔怕。如果唔系，你都唔会翻嚟救我。其实我系怕噶。咁你又翻嚟？你而家有咩打算啊？我决定落山啦。落山？诶，你仲有冇糖果啊？哦，有。啊，小倩，你同我一齐落山啦。而家我都已经找到水源了，可以带你落山看看。你真的想带我落山？是啊，你知不知道我味好大的，比起这个黑山大很多，而且还有很多好吃的糖，还有很多好好玩的东西。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啊？做咩啊？天就黑啦，边得我嚟啊？嚟啊！好，你做咩走得咁快啊？快啲！小事，好啊！你快啲带个靓仔翻嚟啦！小事啊！快啲！落山啫嘛，做乜跑咁快？跟我嚟啦！你点解要跑咁快啊？风大啲啫嘛，唔系咁多啦。我啦，快啲带佢翻嚟啦！做咩啊你？我想俾粒糖你啫嘛，一粒糖就想氹我走？你当我系咩人啊？唔系啊，你唔好误会。走啊！快啲走啊！我哋头先唔系讲好咗嘅咩？你快啲走啦！你咩啫你？你点解会同个天一样？话变就变？我就系变啊！你走啊！我唔走！你走啊！我好饿啊！带个靓仔翻嚟！村已经有水啦，系真噶。不过村长啊，开心还开心，都唔应该太浪费水。嘿，唔好浪费水，唔好浪费水。而且同我上山嗰几个人都唔见咗。嘿，佢哋抵死噶嘛？唔系，成大事一定要有牺牲嘅，唔好讲啲唔开心嘅嘢啊！天，天牙，天牙翻咗嚟啊！天牙。你冇事啊？村长，佢同啲妖怪要乜妖啫？睇下你自己污糟成咁啊！去冲翻个凉先啦，黑山村已经有水啦。去！唔系啊！妖怪，大人你讲得啱啊！饮水要思源，我哋真系唔可以浪费嘅。嗯，今日嘅庆祝只可以到天光为止。嚟啦！唔好啊！点解要放过佢啊，露露？我再帮你揾啲好食噶。你中意佢啊？我
我只是不想伤害他。六六，你说过，我们同人最大的分别就是要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我有说过吗？就只有一个字，这个就是我。你的五光五色都不得抬，你们就安心好好服侍我这个字。开心点，再入啊！恩人啊，我再敬你一杯啊，村长，我已经喝了很多了。啱了，你个是我侄女啊，坐低先。叫令大人，敬我哋恩人一杯。啊，令大人，我敬你。唔唔，我真的忍不到了。我先饮埋敬啊。啊，好酒量啊！啊！明大人啊，呢样嘢好好食噶！我自己嚟，我自己嚟。等我嚟啊！你慢慢食啊，好好招呼大人。哎呀，好啊！明大人，你喺度望咩？冇咩。你食啲啊！你知唔知我而家最想食咩？糖果，咁好啊！我帮你去揾。诶，唔使，我去，我自己去。喂，你去边啊？急啊，去厕所。去厕所揾糖果。小善。小善。小善，企喺度。你对我有啲误解啊！其实我系一个好人嚟噶。我都见到你喺蘭若寺杀人啦。你睇错啦，我哋通通都唔系人。你乱杀无辜，你先唔系人。我个样可能生得令你误解。你听我讲啊，我系一个猎鸟师，我杀嘅通通都是妖。你呃人。我呃你做咩啫？你话你杀嘅都是妖，唔通小善都是妖啊？佢系，佢绝对是。佢先唔是妖。佢绝对是。佢唔是。佢是。唔信你放我落嚟，我攞照妖镜俾你看啊！攞嚟。我点攞啊？我帮你攞。你识用咩？哦，你想呃我放你落嚟就真。阿皮，你唔敢面对现实就真。喂，你做咩？我叫你苏醒，唔系叫你斩醒啊！算罢啦，剑你都未揸实。嘿，骗子，你去边啊？你仲话唔系呃我放你落嚟？天地有道，乾坤借法，我借。唔得，再借。你自己睇下，蘭若寺其实系一只千年树妖所变成，你唔死得走出嚟，已经算够运。
唔使谂啊！落山条路喺嗰边，你要边啊？我先唔信你呢啲呃人嘅法术，我自己去揾小善。你咪傻噶！我都话佢哋系妖啦。你唔系中意咗佢系嘛？唔关你事。点解唔关我事啊？你玩唔起噶，你忘记咗佢啦。我做唔到。你唔再及早回头，你就玩完。兰若子点去？妖，鬼迷心窍。好，你要死我唔俾你死啊！去兰若子条路喺嗰边，去、啊。祝你一路平安，英年早逝。小善，小善，林彩臣，我是妖，我知道。要唔要？我带你离开黑山。我行唔到。我孭你。先喺呢度安顿，天一光就走。你放心，佢哋唔会发现你系妖。小倩啊，呢度有啲乱啊，你委屈啲，听日揾间好啲嘅客栈。等阵啲火着咗就会暖噶啦。诶，觉唔觉得好啲啊？我再去搵啲御寒嘅嘢嚟。咁样好啲咩？如果咁样，会唔会仲好啲啊？
你真的要带我走？你不怕我是只妖吗？我怕穷，但我又一直很穷。我又怕无聊，但我每日都这么无聊。或者这些就是我的命，越是怕的就越跟我有缘。不过我真的有些担心，你会好像其他女妖那样吃人的？我们不吃人的。但是那天你的朋友在兰若寺不是将黑山村的村民都吃了吗？他们不是要吃人，是要吸他们的怨气。我知道那班人是无辜的，但是如果他们不起歪念，就不会发出那种味道，那姥姥就不会闻到，更加不会被我们捉到。我身上没有你们所说的味道嘛。宁采臣，你是个好人，我们都是身不由己的。当年姥姥被连妖师封印住，元气大伤，他就用法力控制我们，去吸取人的元气，帮他打破封印。如果我们不敢做，就要挨打，甚至会被打死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，以后你不会再过这样的日子。小善，你怎样？你是不是伤得太重了？我去找大夫，我去找药。是姥姥落的咒，没用的。我想到了，你吸我的元气，那你就会好翻。吸了。如果你还想要，我想我还顶得住的。来啊，你笑什么？我闻到了。什么？你现在都有那种味道了。什么味道啊？你来不来？天在地，
颠倒乾坤，妖妖怪，原来系咁。破你个阵！啊！哇，头晕添！死老妖怪，你哥可以找到我一世咩？你醒了，我去找些东西回来。早晨。啊？没事了。聂小倩，等我攞啲黑狗血嚟破你，我就唔信你唔认认。叫我咩？我又唔会食你，你又唔系人。露露，你放过我哋啦！乜你以为我会害你啊？你讲呢句说话，就真系伤透我个心。虽然你是不辞而别，但我就没你那么狠心。我跟着你是送你家，这么多年来你都迷惑过不少的男人，现在你终于找到一个令你迷恋的，我真是羡慕。我是真的为你高兴的，不过你记得了一件事，你的狐狸真身还在南若寺，没了它你哪里都不用去。啊，哎，大侠，乜你还没死啊？太好了。废话，小姐在哪里？他走了。走了？嗯。你一个人吃这么多东西？我饿嘛。呸！为什么有两对筷子？说大话，你整晚跟他在一起？我你跟他做了什么？我们食蛋包先啦，你咁大胆，有妖气。除咗小倩，仲有边个喺度？冇第二个啦。弊啊！我唔俾你伤啊，小倩。快啲翻上你嘅黑山，唔好留喺度。唔到你管，唔到你间，走。唔到你管啊！凌彩臣，凌彩臣，凌乜嘢啊？林狗血有个屁用咩？
你越挣扎就越痛，行。屌！说风雷，你想点？我谂紧。妖孽伸手！成世人都咁失败，就因为你好坏不分，成日同你妖玉喺埋一齐，你无药可救。咁又点啊？你咪想打啊？你够我打咩？我呸！我唔够你打。呸啊！嚟做乜嘢？我嚟打救你啊！你有咁好死？等我收只妖，再同你死。单手打赢你啦！我呸！有种你就斩落嚟！夏冰，做嘢。系。妖怪，小善，我嚟救你啦！妖怪！村长，我一早讲过，佢系妖怪噶啦，而家好咯，天下太平咯。神机有我啊！村长，你睇你只手啊？咩嘅？点解咁嘅？村长！阿兵，佢哋中咗妖毒。我块面点啊？我咧，大家静一静，村长，集合所有村民，我哋有办法。哎呀，惨啊！点解块面会生啲咁嘅嘢？村长啊，到底发生咩事啊？我哋会唔会变成妖怪？村长啊，你快啲谂下办法啦！开路，大家冷静啊！
保持安静，我有嘢要同大家讲。呢啲嘢系同嗰啲血液有相通嘅。只要我哋越冲动，佢就越生长得越快。所以我哋要尽量咁保持冷静啊！哎呀，你你点解冇生嘅你？咩冇啊？我生咗两棵椰菜花喺下低，都唔知几痛啊！大家唔好嘈，大家唔好嘈啊！呢啲唔系解药，清除唔到你哋身上面嘅扰毒，但系可以暂时压住呢啲花草，唔俾佢哋生长得太快。你哋饮嘅水里面有毒，系山上一只千年树妖嘅精血。只要消灭树妖，你哋嘅毒先可以彻底清除。但系边个嚟对付呢个树妖啊？我阿哥下雪风雷，佢系最犀利嘅猎妖师。夏雪风雷，我欠你嘅，我还。你还到啲乜嘢？斩翻我只手，唔够嘅话斩够两只。我知道你要上黑山，我做你前锋，就算睇你死我都可以。你睇你似乜嘢？为一只妖摇尾乞怜，燕赤霞，你真系死性不改啊！我点样死性不改啊？我咪一直守住黑山咯。你守住系妖咋？燕赤霞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是人，你是妖，我和你什么关系都没有。喂，你不认得他？他为了你搞到人不似人，鬼不似鬼。你现在跟我说你不认得他，我说你听，他就是你的情人。你讲够未？唔会的，你个死废柴，喺度乱咁噶！你敢呃我，我咬死你！行开！你放我出嚟啊！我咬到你体无完肤！你望咩望？等我咬死佢之后，下一个就系你。听到未啊？妖真系妖，其实你心里面早有数啦，无情无义，无心无肺，养熟噶，咪好似你咁咯，出卖同门，欺师灭祖，人神共愤，神憎鬼厌。燕赤霞，到最后你得到啲乜嘢啊？其实我本来想用你的血来制我把刀，然之后再上山对付树妖。但依家我改变主意，好似你咁嘅废柴，连妖都嫌弃你，杀咗你，整污糟我把刀，你咪好中意佢嘅？依家要你亲眼睇住佢灰飞烟灭。Thank you.
齐上山。唔使啦，我可以帮你啊。你帮我收尸啊？其实都冇尸可收，等我一把火烧咗兰若寺，同时要同归于尽，咁就最好结局啦。入门嗰阵同你讲过，可以流血，可以流汗，就是不可以流泪。作为一个猎妖师，绝对不可以动情。如果不是，就好易犯错。就好像燕赤霞咁，最终只会害人害己。小倩是不是在里面？哪个没小倩？只有妖怪。走走走走走走，小倩走走。放开我，我警告你不要和我说话。我来找小倩的。不要想想。你明知佢系妖，仲去救佢？我唔理佢系人定系妖，我一定要救佢。真系，对唔住。小倩，小倩，喂，放我落嚟先啦，小倩。救你出来，你做咩啊？冇啊！你只要斩上任何一条红绳，小事都马上灰飞烟灭噶。放我落嚟先啦！唔得，你系嚟捉小善嘅，唔可以放你落嚟。你个死白痴，你唔会搞掂呢个五行法器噶。你唔好再耽误时间。只要所有铜钱流失落去嘅话，小事就会马上消失。放我落嚟啊！唔好望啊！快啲啦！快啲啊！自己人打自己人就咁犀利，你哋有咁大嘅本事，点解唔用嚟对付树妖？而家就嚟大难临头啦！如果唔消灭树妖，呢度所有嘅村民都过唔到听日。我可以放过一只无辜嘅妖，燕赤霞，你会唔会去救呢一班无辜嘅人啊？我哋天黑之前要赶到兰若寺，快啲！你系咪真系遇上黑神？你知啊，兰若寺会见到啲咩噶啦？一只千年树妖，两条好毒嘅蛇妖，数之不尽嘅妖怪。你唔好再吓我啦，我已经好惊噶啦。不过，小倩嘅真身仲喺嗰度，我一定要救佢出嚟。令在臣。不用担心我。呀！只要拿回你的真身，等你离开树妖，从此不再受他控制，我死都甘心。将。
初被封印的时候，最后一眼见的就是你。今天我自由了，第一眼见到的又是你。我差点以为时间没过添，不过你老了。再老老不到你就千年树妖。你唔记得咗？我叫木基啊。咁多年嚟，我都有个愿望，就是希望可以挖你个心，饮你个血。我真的估不到你对我这么好，居然知道送上门。我真的好想看看你的死样啊。杀手锏，我啲同志寮，你仲系咩？珍藏我几廿年噶啦，好冇饮啊！哥，不枉老老咁锡你，你连新欢旧爱都带晒嚟俾老老啊？吓、啊？日子，在小贤弟打法杖去找小贤真身。海天眼，林兵斗者阵列在前。快啲啊！快啲啊！顶住啊！Thank you.
好心痛啊，燕赤霞，你要记住，小善喺我体内，如果我要死，佢都一样要死。喂，呢个法阵点开噶？林振斗兵，列阵在前，开！你哋唔系好快嘅咩？你是小善，小善，嚟啊嚟啊，我带你走，嚟啦。唐伯，我带你走。
痛喺你嘅心，呢种感受系咪好难受呢？好屁！你个老妖怪！啊！你话我老？好过你想老都冇得老啊！你系唔好想走啊？咁我就叫你个男人送你一程好吗？冤车啊！我就要你亲手杀死你最心爱嘅女人！老妖怪，小心！老妖怪，阵你再次，阵你再次！啊！神明，燕霞，唐果，咁你杀咗我？要你记翻起我，如果俾你再嫁多次，你仲会唔会要我忘记你？知道，快点走啊！兰娘只系树妖嘅幻术，树妖冇咗，呢度一切都会消失。明彩神。快点带小仙离开兰若寺。Thank you.
哋走啦，小善，走啦，走啦，哥。再唔走就嚟唔切噶啦，小善，走啊，走啊！你冇办法喺埋一齐，唔会噶，我已经揾到你嘅真心。离开兰若寺之后，我都仲系要将我嘅真心放低，等我同兰若寺一齐消失。可能之后我哋仲有机会见面，或者嗰阵我唔系一直要。放低啦，咁我唔走，我留低，一齐同生同灭。你快啲走啦，兰若寺要消失啦。我放唔低，我放唔低，放唔低。你系为我牺牲自己。我就喜欢边个。可以在一起，不要再贪恋了，都是镜花水月，一切皆幻象。小善，代表黑山村的村民，多谢你们啊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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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啦好啦，哎，还有啊，我们的树皮还会不会翻发啊？是啊是啊，你看这树就知道了啊。看过我们黑山村好久没有见过这么绿的树了，有时间再来黑山村啊。明彩神，人生路。